看自己的脸沉睡渗透青光赠艳，爷爷在种的长梧树苗在上演。我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，那七岁的我躲在屋檐，却一直想去荡秋千。爷爷抽着烟说唐朝陆羽是柴进三绝流传了千年，那天楼上有字典查什么字眼，心如一箭是看遥远天边，是否在海角对面。直到九岁才知道浪费时间，这套桌帐木的很全面，年轮有二十三圈，尽头的另一边调节我成熟的脸。经过这些年，爷爷的手间放到水里会有山色蔓延。爷爷泡的茶有一种浓浓甜香，每把他听他口感味觉还不差。如意泡的茶给生命里的温暖，化成这一滴生活在走天涯。爷爷泡的茶有一种浓浓甜香，他满头白发喝茶时不知愁烦。如意泡的茶香浓浓如山泉花，多少千年的苦茶现在还在装。是否在海角对面？直到九岁才知道浪费时间。